请走，请往回走，谢谢，请往回走，谢谢。海盗已经客满了，请往回走，谢谢。请往回走，进去也是不好意思，我是记者，我在录影，我要做录影采访。不好意思，请往回走，你已经满了。斑马线是医疗通道，请保持畅通，谢谢大家。某只生肖的，好像没人准备让你动开，那是厕所，一直在动，是厕所，往外面走，往外面走，对。没有人要上厕所，帮我插进去吗？
谢你。他有一些话想跟大家讲。好，各位，今天晚上大家辛苦了。我相信今天大家会来这里，不单只是为了自己，为了未来，还有为了我们的下一代，还有为了我们所爱的台湾。今天大家在这个时间点，全部都站出来了。骄傲的一天，请大家记住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抗争还没有结束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。不要让政府漠视我们人民的力量，这个国家是人民的。请大家继续加油，继续坚持下去，谢谢。接下来这首歌台上的人送给大家。
大前程没落面爱情的一个月洗着真的是超乎他原本想象剧情，他也觉得非常的惊讶，所以这一慢慢的在走入战场，有些同学说七点钟之后呢，他们就会慢慢的走回礼法院去。那么当然有一些民众也说，他们要亲自亲手在这个地方把他们的白象牌带到现场观看。Excuse me, I'm the journalist, civilian journalist. I'm curious.